这个周末呢，因为滞留封面的关系哦，天气还是相当的不理想，不能够外出郊游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您担心待在家里会浪费这个美好假期的话，环宇新闻今天就要介绍您一个好去处，就是5月10号才刚刚启用的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。全新的风貌以及环境呢，可以让你带着一家人一起待上一整天都没有问题。今年几日的坏天气让你想出去又不知道去哪里吗？朋友们，介绍你一个新地方，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，跟我走。说颠覆想象绝对不夸张，一踏进来这里，舒适宽敞的空间设计，与其说它是座图书馆，它更像是家里的大客厅、大书房。生活形态改变，配合着民众所需，图书馆不再只是图书馻，主打24小时不打烊。首先令人惊艳的是大小朋友都爱的亲子书房，不管是陪着小朋友们一同玩益智桌游，或是拼积木、念故事书，亲子书房就足以待上半天。其中最新的故事投影书，边互动边说故事，更是小朋友的最爱。像柜台都有积木可以借，然后还有一些视听的那个书籍，对小朋友来讲都觉得还蛮新鲜的。就像现在他积木都在这里玩，这样就不会吵到真的看书的人。对，那他们也有的玩这样子。满足了亲子的需求后，再往上一个楼层走，琳琅满目的书丛中更是让爱阅族群一次看个过瘾。而我也发现了一个贴心小服务，选定了自己想看的书后，先别急着阅读，你还可以先拿去消消毒哦。打开书本消毒机，再将书放进架上，随后按上按钮，按书就能消毒吹去灰尘，让民众看得安心，看得安全。不要怀疑你的眼睛，这些多国风格的阅读角正是这里的特色，让你仿佛置身不同国家。但别只顾着沉浸书香，也要适时动一动啊。比如啊，看书看累的话，你也可以来到体适能室，选一首喜欢的歌，一起来动一动。武力全开之后，来到这边，你也可以变身 rocker。动动手脚，舒压完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想吃点东西不用走出图书馆，一楼就有轻食区，点杯咖啡与三五好友们也能坐上一整天。想看的书真的太多，看不完没有关系，这里还提供24小时的借还书系统，全自动的取书服务，30秒就能完成取书，看完之后只要简单几个动作，自动仓储系统就能替你还书，快速又便利。这些全国首创的服务，是不是让你也想来一探究竟呢？欢迎陈年王威新北采访报道。